好，我是峰姐啊。今天及时的想起了头老虎的毛线。天气是有点热啊，但是为了传承这个古文化啊，还是坚守在一线。抓老虎的毛线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好。哎，小弟。我们是上那个老虎的老虎的毛线的了，你买东西了啦？哎，我买。啊，买点晚饭。我是说老虎的老虎的老虎家那些瓷器啊、银器啊、玉器啊，看你家里面有没有嘞？哦，我这有一个，我这个几把。哦，你去拿一下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这个大哥说家里面是有一点、哎，然后我在这里等一下。来，赶紧去吧。拿回来了。哎。你怎么把它扔掉啊？哦，这个古董都不能扔掉了，都是值钱的嘞。哦，卖的也大。是啊是啊，哦，那个家里面坛坛罐罐啊都不能丢掉啊，都是能够卖得钱的啊。没有，你看这。哦，太感谢你了。这个是那个窑边的，这是宋代的茶盏嘞，还是宋代的嘞？哦。哎呀，还有这么多啊。嗯。你这是陶的，那个脖子啊。哦。以前那个做托的啊，做托啊，还有啊，有这么多啊。这里啊是一个鼻洗，哟，你搞那了，吓死宝宝了。搁那是买的。搁那了，因为我爸买的，那肯定我会承担的了，会搞那了，肯定是，不可能要你那的了是吧？搞那的东西我肯定要赔啊。哦。哎，这个好老了嘞，你看上面很多那个，哎。感觉是念了，其实就是这个是正常的啊，这是典型的一种工艺，宋代的工艺，叫做开片，碎片碗，碎片啊，这下面还有三个钉，这也是三钉烧制，然后这里三个轴，三轴，称之为笔那个笔洗啊，写字洗笔的，这是。这个造型像南瓜啊，像南瓜造型。哦，这老结果这南瓜老留下来了啊。啊，老总不留给你的。哎。那你现在也可以不卖了。那多了，我想这个多点，我不卖怎么不用了？哦，这样啊，准备丢掉。现在刚好做了，我来送回去。哦，今天做自己呀。嗯。你看你吃，让我来吃些嘛。嗯，刚刚我也说了啊，这是一个宋代的窑变的茶盏，大茶盏。这里面烧的时候还有些窑疤，但是影响不大啊。这没有穿孔的，这边没有穿过来的啊，是烧窑的时候留下来的是吧？哎，这是一个陶的一个陶布布，红陶啊，红陶是那个属于官家的东西，上面也上了一层釉，陶上面是釉，是比较精致的东西。那时候比较稀少的，这里一共是三件，都是你走不全部三件都是他们给你的是吧？哎，这三件都是完整啊，这两件像保存的像都好，就是这一件的话，它多时候烧窑啊，烧了一些窑疤，一起你卖不卖了，大哥？你出的多少钱了？看我能出多少钱是吧？嗯。价格的话，像这个小碗的话，它主要是有些油包，我给你出400块钱。卖的古董也多了。那是的，因为它是古董，它有研究价值，有历史，哦，有历史那个研究价值。然后它等个，你看一下它古代的东西啊，来。你们是蒙古吗？没有，不会嘞。这给你400，好吧？哦。这两件的话，这一件给你800块钱。没什么工艺，这一件的话我给你出1500块钱，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文房的东西啊，价值也高一些，1500啊，1500加800，2300块钱，这里400你要去700块钱。嗯，搞这么事，搞这么事，搞这么事。搞3000块钱是吧？哎，搞这么事，搞这么事。3000块钱，那就是等于是一件加了300块钱喽，加了100块钱，等于是300块钱喽，3000块钱是吧？嗯。好嘞，那我就买了，好吧？这一件是500了，那这一件就是900了，这个1600了，好吧？嗯，好，那我就给你钱给你了。好，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吧？家里面你下次再留了。好，等我钱就得了。好。
感谢了啊，大哥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